你享受嘛，你去享受啊！大使，李夫人招待我。 那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刷子，对吧？那没有，那没有，那没有，那这次没去，我不晓得怎么去。描述，我们赶快学啊！学了也不会啊。 你怎么对自己都没信心呢？我是不是写了字老半天，连画的字也不行的话，你做这个做什么？你是金鱼啊？桂鱼？不是，一年都画不了一张，你那。这个桂鱼怎么办？会不出来，一顿。这桂鱼拿出来。 对，自己有信心。没有信心，就是没有信心。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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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
你要不要展览其他吗？二十张，没有啦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就好了。你展览你就可以了，老师的展览就可以了。像我们那就有这样的。怎么会不行呢？学生这么多，怎么可能这样？我看了半天，我不行了，有像我这个印度人当面，我们也不知道，他有画都不知道，他过整个都满，过整个方舱，开始下去。 念家福就很麻烦，万一以后过两天家福发霉了，收掉了，倒了，因为你还要弄些板，家里你家家里人都有意见的。你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个不会弄破啊？ 慢慢来了嘛，弄破嘛才厉害嘛，才弄破，对不对？不会弄破我的半身，为什么呢？
这个画要用到这边吗？是吧？对啊，当然了。